全餐这73块，全餐就是什么都有是吗？让你一出丢哈。家附近如果有这样的小摊，就是一种福气。对的，来做的，自己做的。13块在广州就是这么便宜，真的很便宜，性价比的天花板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刚来了广州，怎么能不吃牛杂呢？今天在番禺这找了一家性价比极高的牛杂小摊，就藏在这些居民楼里。哇，刚开门人就这么多。你好，这个牛杂怎么卖？全餐就是13块。全餐就是什么都有是吗？都有。好，那给我来个全餐吧。这个是萝卜。哦，萝卜。猪肠粉。这火腿肠。看起来都很入味了。啊，对啊。今天没有鱼蛋，给一点这个零藕泥了。哦，本来还有鱼蛋是吧？哦，有鱼蛋的，这里没有。好，给一点零藕泥。好，莲藕。给一个这个，这个面筋，这个是面筋，豆腐了，这个是肠子。这牛肠是吗？对，这个肚子啊。肚子，牛肚。这个是牛蒡。牛蒡。牛蒡是哪个部位啊？牛蒡就是猪肝差不多。猪肝。差不多，绵绵粉粉的。哇，好多料啊！好，这个是牛腩。牛腩。反正13块品种是很多，但是不要有一丢丢哈。肥肠。肥肠，你早来这都有这么多品种了，如果晚来这都没有这么多。你几点钟开门啊？这边？3点钟开门。3点钟开门了。现在都是13块。这个火腿肠多少钱一个？1块钱。再给我加一根火腿肠好不好？加个火腿的14块。好。涮牛辣椒。都吃的。辣椒都加哈。好的。是的，来做的。自己做的。对。那要有，好吧。哇，可以。好，谢谢，真的好便宜啊！这么大盆，我还加了一根香肠，总共才14块钱，还要啥自行车、各种牛杂、萝卜、白菜、肠粉，这一筷子夹下去，啥都有了。哇，好吃啊，味道超乎了我的预期。它那个辣酱是灵魂，特别浓郁。我要再去加点辣酱，能再加点辣酱吗？可以。又给我加了这么多的辣酱，肠粉 ，QQ 弹弹的，感觉这边吃的都是街坊邻居。他们这个牛杂真的已经卤得很香了。大家知道牛蒡是什么吗？我刚才没有听清楚。这家店开了多久了？这家店开了多少？30年了。所以说你现在做的都是街坊邻居的生意。对呀、对呀、13块在广州就是这便宜。真的很便宜。哪里去都去不到。是性价比的天花板。这么一份在你们城市得卖多少钱？奶奶走的就是薄利多销。牛肚。哇，非常烂。不能太羡慕住在这附近的人了。13块钱已经吃得饱饱的了。家附近如果有这样的小摊就是一种福气。好了，这样上来喜欢吃饭的话记得点赞评论收藏哦，咱们下顿饭见，拜拜。开到晚上几点钟啊？10点。一天得卖几锅嘞？5-6锅。5-6锅啊。嘿，大家好，我是刚，我变皇马了，要居家隔离，但是我现在要出门做个核酸。 Oh God, please no. 终于到了核酸检测点，到里面张嘴采样的工作人员那边跟他说一下你是皇马。好，下一个上来。你好，再往前。好。好了吗？好了。谢谢啊。检测好了，先回家待着。不是家里之前柜子倒了，然后柜子上面的花瓶花都碎了吗？今天新买了个麻醉木。看。好长啊。哎呦，这。这个会不会像在柜子上面种了一棵树啊？记录隔离在家的第一餐，吃啥嘞？哦，对了，就是有个朋友，他叫我试一下臭豆腐螺蛳粉。那今天晚上试一下臭豆腐螺蛳粉，应该不错的。哇哦，臭豆腐，老规矩，一定要先炸个蛋。而且今天还要炸臭豆腐吗？先炸蛋会比较合理。看着太爽了。
对了，我们接着来扎这个，不知道怎么的就有点紧张起来了。哇，绝了，太上头了！你们隔着屏幕感受一下，赶紧把窗户打开。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炸臭豆腐。哎，我房间房门还没关。绝了，这也关掉吧。好了，都放进去了，我们等待一下。这么多泡泡，我真的看不到它炸成什么样子了。它突然间泡泡就少了好多，啊，这个味道真的是好香好臭，好想吃，太绝了。放到边上凉一下，我们开始煮螺蛳粉。今天真的是臭上加臭了，料包、菜包。我今天要挑战一下整包的魔鬼辣椒油。再放几颗墨鱼肠，哇哦，两个蟹柳，腐竹包，我再加样的腐竹包，像整个房子都是臭豆腐的味道，感觉酸笋瞬间都没啥感觉。好了，出锅出锅，啊，我们来开动吧，冰杯。啊，太爽了！我先试一下臭豆腐的原味啊，是不是感觉很脆？吃起来真的好香好香，这是我自己调的甜面酱，哇，好好吃啊！因为我加糖，跟杭州龙山小臭豆腐没啥差别了，好好吃，绝！炸蛋放到螺蛳粉里，先浸泡臭豆腐。放进去浸泡，太绝了，都把它挤到汤汁里面去。让臭豆腐浸泡一会儿啊，我们先吃茶蛋。太好吃了，哇，怎么辣椒有点辣。好吃，你试一下这个臭豆腐，它已经吸饱汤汁了，没有看到？好吃，它的原理跟炸蛋好像，就是炸的脆脆的，它能吸饱汤汁。墨鱼肠，我现在真的是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，我再倒点辣酱，哇，太绝了！你们能看到这种吸饱汤汁的臭豆腐吗？哎，我就怕今天这么吃，明天阿姨在楼道打扫卫生怎么办？她不会以为我在吃吧？蟹柳，煮蟹柳的时候膜应该外面要撕掉的，但是我就一直这么吃习惯了。啊，太爽了！这个好欢螺的加辣加臭版的料真的好多，底下全是料。哇，今天这顿吃的也是很满足。太舒服了。哎，舒服个屁啊，一想到居家隔离就烦。好了，这是刚刚居家隔离的第一餐。如果喜欢刚刚的话，记得点赞、收藏、加评论了。我们第二顿饭见，拜。